每个人心里一亩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一亩。心里一亩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一亩田。用它来种什么？用它来种什么？种桃种李种春风，用它来种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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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桃种李种春风，开尽梨花，开尽梨花，春又来。各位导师好，我是吴志华，我的名字叫曾宝明，我们两位是来自台湾的知己二重唱前辈前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第一届的台湾地区的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就是知己二重唱，就是二位前辈。是的，而且同年跟他们一起入围的没有得奖的是小虎队。哇，我起鸡皮了，起鸡皮了。那你就知道我们有多老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二位是一直以这样的合作组合方式，从来没有分开过。从来没有分开过，一溜烟的就唱了快30年了。哇，他们两把嗓子是非常独特的，但是很奇妙的是，他们在和声的状态是非常和谐。这么多年，然后可以一直维持这一个组合的状态，是非常不容易的，一定要向哥哥们学习。谢谢。知己这个名字真的很棒，我觉得就像30年的交情，用音乐交织在一起，然后一起走到今天，不管是不是台前幕后等等，做着自己最爱做的事情，然后今天还可以带着梦想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份多年的历练跟成熟。在按下去的那一刻，我就觉得哦，我们好像开启了一本书的感觉。好，所以非常非常的期待。感谢老师。很难得可以在节目里面看到表演者是我的前辈了。其实我当初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本身还在念书，几十年过去以后，唱歌唱着唱着就变成前辈，就变成文化艺术的一个时代的代表了。但是这里面最难的就是坚持这两个字。谢谢姚晨老师。